就来开箱它的精品给大家看。近期吗？一两个月吧。一两个月，然后你们拿几个？六个包。差五千块，你不买这个吗？对呀、啊，妈妈心态。你看这个穿衣套出来。没问题，穿衣套。干嘛？它变成廉价孤王哦。廉价孤。拉下马塞，拉下马塞，多装。开业了，我们今天开业了。大家都有看过我们之前闺蜜的影片了吧？都有看到他们去购物精品画面了吧？所以我们今天、那个、冰山一角的，对，真的很冰山一角。没有啦，我们的脚已经被铁达尼号撞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箱它的精品给大家看，但我们今天只会介绍他们这近期吗？一两个月吧。一两个月，然后你们拿几个？六个包。六个。比较常背的 啊， 對啊。所以大家就知道，以这样推算的话，他们这一年大概买多少包，大家都可以知道。这半年那一年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们都开始踏入精品界，差不多这半年的时间。那你们这半年买了非常多。那应该是我们看太多 YouTube 都会直接买包。哎、欸，例如，例如。比如说小吴啊，哎，我们第一次去 LV， 就遇到小跟卡特，介绍你们的包吧。就拿六款的包，然后就是因为怕时间太长，我今天的包是稀有的啦，我拿到了这个，哦，这是超厉害的 BB 绿，你不懂吗？我不懂 ，BB 绿不懂，哎，背一下，很可爱啊。你走在台北市，你就是全台北市最亮的仔，因为你背这个去哪里不会是最亮的仔？我们为了都会路上都会看着你，好吗？而且我们买包包很神奇哦，买了这个包之后，你就会开始找同款色系的衣服。我衬衫跟针织针织外套，你现在没有裤子，你现在给我穿这一套出来，没问题，穿给你看。干嘛？它变成廉价孤王哦，廉价孤王。我不会说得宠，得宠 A B C 啦，得宠 A B C。你为什么会买这个包？其实它这款包我们看很久了，它一开始出是黑色的，跟黑色、灰色、黑色对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颜色。对，哎、欸，我觉得 BB 还蛮会玩颜色的啦。你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我觉得还好，它没有出红色，不然很像纸巾背带。而且很能装，对，很轻，很能装。好，啊，这个多少钱？54,000。因为是尼龙材质，所以比较对。对。去柜里面，大家都很怕，就是柜姐势利眼之类的，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不会去柜。可是没有，那是真的有的品牌会这样。真的会，真的会。钱都准备好了哦，就被洗脸。我先讲这个好了，应该是这个月吧 ，Prada 的。哎、欸，这个牛仔包超难买，因为现在大牌都出太多，觉得自己各自的设计款了，反而要落的这种简单经典款很少。而且它这个包款，它总共有三种。妈妈，我要去上课了。这是大的，然后这是大的，小的很可爱，小的只有这样。一半、oh, 一半差不多，再小，我觉得你背应该要刚好，因为差五千块，差五千块，你不买这个吗？对呀、啊，妈妈心态，对呀、啊，烧钱的概念。而且重点是它真的只进一个，可是它这个也是尼龙的，你们最近都很爱买尼龙款是吗？对，反正这款超推，真的跟它一样贵，比它贵，差不多、欸，差不多哎、欸，这几天啊，我只要东西丢进去，你突然要我换包包，我换不了。因为装不下，装不下，就是我只能换包包。他每天都在换，你每天都在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以前也很常换，以前没这么多包的时候，上班也是很常换包包，只是价值不同而已。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那时候真的是要看，真的是要不到。我们那是 sales 姐姐，她真的对我们很好，我们没有跟她买很多东西，我们第一次可能只跟她买这个。最近跟你们出去三次，你都会看我背、這個，对我都看你背这个。跟你讲原因。因为我们家自从搬家之后的钥匙换成是这种磁卡，那种刷卡，我连钥匙都会弄丢的人，不要说这磁卡，需要一个狗牌。我只要有背的，我就知道哦，我今天进出门是来就不会不见了。对，重点是它也可以放 AirPods， 也可以放任何 Android， 真的，布垫放得进去，对啊，或是现金嘛，布垫在里面。哎呀，哎呀，土豪嘛，土豪都是这样，应该可以放的，都是从口袋抽一堆钱出来的土豪哎，抽出来然后这样。多少？5000是不是？太慢，这样太慢，这样子。我数一次给你看。数什么？我都不数的。然后我这一个真的是，这是缘分。这个中型的行李包，它真的已经要停产了。知道它是被谁背红的吗？王菲，我你我不是那个红豆啦，那个是别人。有时候的那个红豆，红豆，
那时候我们要去看的目的不是这一颗、嗯，是那个麻将包，超级不适合我们，不适合我们。我觉得它真的比较适合女生。对，然后那个我们柜姐面罩就哎呀那个上班上班，你又搬家了。你的那个钱包今天好像有一个中分，你要跟看吗？中的，没有，不用充，他会端出来给你。然后我还在那边，不要，不要。他连背带都是他的那个，也是老花，太大了。不会，怎么会？请那个柜姐传王菲背一个照片给我。让我爽很久哎，我马上觉得自己升级了。这个真的是缘分。这个多少？7万多，我还有一个缘分，先换我。这个没有人跟你抢啊，奇怪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也是 BB， 这个我说不要，他就说那我自己贴多少钱？因为同样那一天买了一个 BB 的小背包，又去买了一个 Dior 的小包包。然后他说这个啊，这个全台湾的一个，我刚才上的。全台湾只有一个。你们很常遇到全台湾。然后重点是蕾哈娜同款。就他这个行为，是不是？就跟刚刚那个一样，只是不一样。对啊，这超多手纹的，你看。要擦、啊。他一放在上面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天哪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我必须说，他真的非常有眼光。他买了之后，他不论到哪一个精品柜上，所有的柜姐、柜哥都会说：“这款我怎么没有看过？”没看过，我就说你当然没看过，因为是假的，是假的，他都说是假的，没有，真的，因为全台湾只有一个。这一款是新开的，不然我就不会犹豫。我背着他搬家哎、欸，你如果是这个纹路，因为他可以放手机，然后还放我的文件啊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很好，因为背着他然后这样子，我们以后可能会拿 LV 去买菜，拿你那个 Celine 吗？哦、我跟你讲，我这一块我真的被烧很久，就是你刚刚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一样黑色的拖车，然后一样是它的那个老司令的那个提花。它一开始我就想说，好像很多品牌都买过了，唯独司令好像还没有买。后来我们就去问去看，然后那个 sales 就一直看看我们一直试一直试，好像没有试到适合的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精品的 sales 他们真的会藏得饱，他有一些新进款不随便拿出来，不随便拿出来。就是同那一天那个亮亮 BB 包的那一天，我去司令试了。试了好多款都没有看到情况，都说你不觉得这个比 BB 好吗？嗯，我对他那时候就是心心念念，你懂他，他只要心心念念某一个东西的時候，他就是那个妈妈，我买到我喜欢的，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也不管妈妈出来要干嘛。他只要看中一样东西，你不给他买，哇，不得了，全车了。然后重点是我都会问他说，你不开心吗？我只是觉得没有力气了，不想逛。这时候你就说好了，那不然我们去买一个 BB 包，我就有力气了。我为了他那颗 BB 包，我只好把我的 Celine 往后推耶，然后一直推推推，然后我还中间我还是问他说要买吗？我真的犹豫，我真的有在犹豫。最后会让我决定要入手，就是我看到小吴这个影片之后，我还是喜欢他。然后我真的是在幻想，如果穿一套黑色的长大衣，拿着它，然后去上班，就我买，我隔天就是夏天。对，就好热。你最近可以穿啊？热到现在没有，现在穿。你明明可以穿掉吧？看不到我，而且你这是发屁眼的，买秒上看看了。然后来我们这边做美甲，现在有优惠啊。然后路过已经傻眼，你舍利在发传单。重点是我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本来看的那个 sales， 我中间问过他很多次。然后被偷件不是更难买？因为他放件啊，5万多，就是 CP 值够高。我还不敢让我妈知道我买那个。阿姨，你有看到了吗？我推的第三个是这个。我发现你很爱买背包，然后你都超喜欢买很大的。很大，我为了让他买这些小包，我还帮他换了他的长夹变短夹。他有个 YSL 长夹，换了一个 GUCCI 长夹。我为了要让他买小包，所以换了一个 GUCCI 短夹。请问你们的行业是？我可能要跳槽。我们就在调通啊。这个小包我很推，是因为不要看它小小的，其实我该放的东西都放了。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你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，这样我就可以背手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啊、它不贵，它多少？3万5。哦，那可以考虑一下。但我不知道他们这波有没有涨到他的价。那我要存下钱。我要跳槽了，我要跳槽了。我要调通啊，调通上班了。意大利啦，帮你开一间。灯对啊，今夜有营业。我们不是 Sugar， 我们是 Super。闺蜜系列要赶快看起来， okay. 好不好？这样他才有可以有空。那才有吗？就是小零用钱可以吗？理所当然。不是，我们现在要来对宇宙下订单。已经跟宇宙确认是好久了。对对，这是他们近期比较推荐的包包。对，近期常用的。觉得酷奇那个，我觉得下一集可以介绍奇特的包包。可是我们没有啊。有。你觉得没有？他觉得有。我们是在哪里 ？Balenciaga、LV。
子，那个称不到奇特，它很奇特。你那个背背看就知道有多奇特。那一个巴黎世家，好了，下一集再说。没有，我要干嘛？那全台湾就进四个，三个瑕疵。有三个都瑕疵，然后店员就说唯独这个是好的，我记得。对，那他们瑕疵也太高了吧？好了，下一集应该可以这样奇特包包，把我的小背包都拿出来，然后你那个，你为什么要讲出来？卡掉！你如果看到我看到，你没有卡掉？没有，他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我们要做结尾喽，两位还是要开启小铃铛，帮他们增加一下人气。你好，你好，好正经，好正经。你要帮默默赚零用钱。让他买包包啦，不要让他一直下蛋。你要下蛋了，好 Anson 哦。那如果大家还想看什么包包的话，在下面留言。你们许愿的款式他们有买过的，你们没看过的，他可能这里也有哦。然后给大家留言猜猜看，他们总共有多少精品包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精品包。所以我就是要等你们之后自己来数看看，让你们认清一下看到现实。看到什么？我们看我们可以花几集把所有的包介绍完。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留言，猜他们到底有多少包。猜对的，下次那个闺蜜行程约她一起来吃一个下午茶。来看我们现场多荒谬！就下午茶是什么？全脸。多荒谬！不要还有 dress code， 还规定粉丝要 dress code。对啊。然后来就你家好。那个讲我年龄层的也可以来哦。欢迎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那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哎，你们也要放 IG 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啊！你要被骂。很玻璃心。对啊，不要。拜拜拜拜。拜拜你有资格下蛋吗你？哎，你可以下蛋。我可以下大便。可以加吗？给他吃。闺蜜之所以叫闺蜜，你可以去查国文字典，还是维基百科。没错。